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浩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来，今天这一部影片就是带给大家等待已久的马洛斯。马洛斯终于在这个版本再一次的啊崛起了，好不好？他在这一次的改动呢大崛起，虽然说他有一些伤害啊下降，但是他整体而言呢，你看到他调整了他的这个攻击距离变得更长了，然后再来是什么？再来是他的这个僵直动画啊变得更好了。啊，变得更短啊，整个优化起来，手感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！你去操作起来就是真的不一样。再來就是它的基础攻速值往上提升啊，增加了它在会战当中挥出普攻的那个的时机啊。啊，普攻挥越多，血回越多啊。那这一次的装备部分呢，基本上没有动到什么战士的装备，所以就不多做调整。我们这一次带的马洛斯装备呢，是走一个辅助，我带进化护腕。一定会有人觉得说，哎，奇怪，你明明就有这个回轮了、啊，为什么要带进化护腕？因为呢，一来对方有一个莫托斯，那二来呢，对方有夸克啊，所以我想说带进化护腕虽然只能解 0.5 秒，但是有时候关键的解呢是可以打出一个漂亮的团战啊，比如在这个 highlight 的时候就有看到。那回轮呢有隐身，你说该怎么办？回轮隐身的话呢，其实我们还有麦克斯的大招，我们这一场呢是选了一个麦克斯。哦，所以麦克斯的大招就可以看到奎伦。那当然呢，我们这个也是一种有取有舍，有得就有舍。所以呢，大家要去斟酌一下，你说出这个视野可不可以？也可以。但是重点是奎伦其实进场的时候，他不像悟空或是蝙蝠侠，你会完全不知道在哪里。奎伦进场的时候，你是知道他大概位置会落在哪里的。所以呢，你朝着那边丢一个拔刀斩，或是丢一个二技能，基本上你也可以抓到他。那这一场呢，我们呢为什么会走一个辅助？其实马洛斯不是说很适合走辅助，只是我就特别要拍辅助，特别要拍马洛斯 啊所以呢，这场是我新赛季的第一场排位，好，我们就特别想要来拍一下马洛斯，因为改版嘛，我特别兴奋、啊。大家都知道我马洛斯就是我特别爱啊，特别爱，特爱马洛斯。可是之前因为真的太烂了，那我没办法好好的玩它。那这一次终于啊，对方奎伦过来怎么办？人家六等，再加一个四等，打我一个四等，我们正面迎击。遇到奎伦的时候就是正面迎击，这边打出他的死刀来，哦，那我们这边可以按治愈，治愈有一个加速的效果，但是刚刚那个其实不用按治愈也可以打得到啦。那这边对方莫托斯再一个拔刀斩，成功拿了一个双杀。那我们的玲玲呢，在上路呢比较可怜啊，被欺负啊，被欺负得很惨。那大家不知道这一次这个版本悟空换的头像哦，大家们注意到。好，下路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回家了。虽然有个奎伦在，那我出来呢，想说，哎、欸，罗好凶，罗好凶，我在想要不要进去，就罗进去直接杀掉他。好吧，那我过来帮罗挡一下防御塔的伤害。那这时候玲玲说，请问是要上来的吗？请问你是处女不？请问我要上去 ？OK， 我现在就要上去了。那我刚刚就跟玲玲说，我在下路大开杀戒，我不是被你而弃，然后去那边胡搞瞎搞，咱们是干大事的人啊！咱们是干大事，你知道吗？我是要跟你谈论大海的、啊，你不要在那边跟我提漱口杯啊！今天很敏感，今天很敏感啊、哦！千万不要在底下有一些什么政治议题，很敏感今天哈、哦。好，那上路的话呢，我们帮迪尼把这一波兵线吃掉。我玩马洛斯的时候特爱抢经济啊，但这个版本的辅助呢可以抢经济了，好不好？来这边用三指操作，大招漂亮的丢到一次扛两只。好，对方的夸克虽然抓到悟空，但是我们直接一个腾空出世。现在夸克也带死刀，是不是啊？那大家记得现在勾的数值也只能使用两次哦。OK， 这边莫托斯直接追上来，我认命，我接受这个死亡审判，没办法，会死就是会死，就是扛不住哈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件装备呢，要把这个辅助装合上去。这时候夸克要小心，只要他敢开大招，我大招就跳他。来，他开大招，来直接大招给他蹦下去。对方的奎伦还想过来，这边对方残血两只，夸克血量超级残，但是我选择来去追奎伦啊，结果追错啊。这边我又选择错误了，我本来应该要抓那个夸克吸，那夸克往前进，就往那个井那边吸啊。这时候对方莫托斯满血杀出来，我这边一个拔刀斩先挥到。那井在后面射，不停的 poke， 我再个拔刀斩，被夸克抓个正着，直接 GG 思密达嗝屁在这里，很可惜，很可惜。好，
这边复活之后呢，我们到下路这里把兵线给整理一下。现在看一下自己的经济状况，是第三名，第三名呢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个经济抢经济也是一流的啊，也是一流的。那这时候我们的麦克斯呢，开始在教育我们的悟空先生啊，应该是这样哦，说呢要敲，要那个时候可以敲夸克，因为他夸克血量比较少，大概是这样。这时候我看了一下整个对手的分布图啊，我本来想说可以追夸克，但是发现他旁边有个摩托斯，就想说先拉掉。这时候麦克斯进去一个易幻音，得到了一个 shutdown。那这个换呢，其实麦克斯是比较赚的，因为他得到一个 shutdown 嘛。好，奎伦想要吃野怪，我们过来阻止骚扰一下，但是他11等我9等，我怕怕。这时候上面有一个图轮，我马上扣几个。悟空呢已经看到了，悟空现在的头像是一个黄金悟空啊，我的妈呀，是想要变猿猴484哈。好，我们这边是有冰袍的，所以呢打人的话是 OK 痛的啊、哦、冰袍的话可以有效的留住对手。好，进化护腕已经出来了。这边我们拿一个632，宣告马洛斯魔王即将回归，好不好？马洛斯魔王真的是要回来，每次官方都在骗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说谎人要吞1000根针啊，官方不知道吞了几万根针啊。每次他说哪一只角色变强，哪一只角色很猛，我跟你讲，玩下去根本就还好。好了，我们这边看到下路一个奎伦，这边一个夸克，夸克孤苦伶仃啊，我只要走到后面啊就没事。哦、走到后面就没事啊，这一个再一个拔刀斩想走是不是？我们再一个普攻，结果零零死掉，我来不及开治愈给他，但我治愈开给他，他一样去死啊。好，这边奎伦想弄我，我马上一个大招空跳，不过没关系，吓到他哦，他进入我的这个大招范围会缓速，我们这边再持续的拔刀斩，队友赶过来支援，成功的再收掉对方的奎伦。你们看到，只要奎伦来打我，我们正面迎击，不用害怕，正面跟他硬刚，跟他硬对啊、哦，对对碰这样啊、哦，不要怕。这种摩托是血量比我多，我害怕，我还是先走一下哈。好了，那现在对方死了3只，我呢直接回家。马洛斯呢，基本上你在出外、啊、出门在外，你是很难有这个回血技能的，所以没事你就回家。反正我们走的是一个辅助位，但我们经济也不错。来，我们这边其实完全不怕夸克、啊，他要是出钩那瞬间，我进化护网开下去，他抓不到我，没问题。好，那这时候悟空呢，他们在吃魔龙。我看一下上面有锦，再加上奎伦都是脆皮角。这时候悟空抓到我的锦的位置，他带着疾走鞋，锦呢完全我都碰不到助攻，他就死了。好，这时候又遇到对方的奎伦，那夸克在后面，哎，你想来是不是？我直接回头砍你一下。这边的话呢，大跳跃呢先留着哦，雷魔阵先停留着。这对方死了2只啊，那这时候就可以凶起来。我马上按发起进攻，全体人员请跟我上。我这边呢再给他出这个德鲁伊战甲哈。来中的话，看到夸克的身影，这边一个西西啊，来，我们是可以打的，是可以打，没问题。夸克西，我在后面直接大招大跳跃，哦，夸克呢瞬间呢直接变克垮啊，克垮是什么生物我也不知道。这边这个奎伦呢，哎不是图伦，差一点，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差一点就是差很多。来，我们上路的话呢，基本上是可以推进去的，不用害怕啊，莫慌莫急莫害怕。但是队友全部走光光，我一个人待在那里也是傻逼，所以也跟着一起逃走。一根呆那里也是孤苦啊，伶仃啊。来看到对方的图轮，他这个闪的漂亮。莫托是想找我麻烦，我还想给你一个大麻烦啊。You have big trouble, you know。莫托斯呢直接吓得一个啊，不敢追过来。好了，这一波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打一个大团战。但是呢，队友离我有点远，我吓得一个往后跑。这时候奎伦想追我，一个往后吸。这时候换莫托斯来追，没关系，莫托斯我可以打。那莫托斯呢，发现呢他好像不能跟我打。有都市传说说莫托斯会赢马洛斯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狮对决。改强后的马洛斯来单挑这个莫托斯，我等级12，他13，我们打起来，你打我，我打你，来不要跑啊、哦，不要跑。好、啊，他这一个回马戳啊，很猛，不过没关系。来，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回血量，来是你回的多还是我回的多？我搞不懂啊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因为马洛斯现在的攻速已经增加了，我这边再一个空大，不过没关系，就算空大也可以赢你。哎，队友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感受到我在跟莫托斯一打一啊？这个时候莫托斯血量越来越少，他基本上打不赢我，一个拔刀斩，哎，挥到，结果挥了1690多滴，他居然没死。啊、不过还好队友后来居上啊，这一波算是成功的，再给他打回来啊。你看的时候可以感受到我们这个陈教授啊。的这个威力啊，
对方呢现在呢是已经哎屁股尿了，不知道去哪里啊，不知道去哪里。来下路一个大截击，来往上走，看到图伦吓一跳，往后走一下没关系，对方后面还紧追着谁？紧追着一个锦，两只小脆皮，我在这里抠集合，希望悟空快快来，速速来，赶快来杀这些脆皮。对方的奎伦走了过来，我一个吸，再加上一个拔刀斩，奎伦瞬间打掉我很多伤害，我一个大太岳跳下来，直接跳到野怪，野怪还被这个锦抢走，还好队友帮我挡了图伦的大招，不然的话我直接死在那边。我在那边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啊，就是的吸收伤害。好，这时候奎伦很明显你就在这里，我大跳跃这次总该跳到，直接跳到后面的井，那这个井呢想回到塔内就拉回去，这时候夸克过来了，来我们拔刀斩挥一下，我算准莫托斯跳大招，直接用免疫啊，直接用这个净化护板提早的啊解除他的大招，净化护板可以让你呢免控 0.5 秒哦，所以我们就要算准那个时机，净化护板给他开下去，对方直接选择投降，因为已经打不赢。好了，这一场呢就是我这个排位赛的第一场使用到最爱的马洛斯啊，那我那一开始进场的时候，我就说我要拿洛斯啊，但大家呢都选了角色，那马洛斯最后呢，我也只能选择走中路，不过没关系，是一个合家大结局啊。OK， 这一场拿了一个 MVP， 输出也来到了 22.3%， 身为一个辅助打出这样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马洛斯回归了没？回归了，玩起来手感完全不一样，超猛，赶快去玩，拜拜。